来县城帮外婆买几只鸭子，还有几只小鹅，她一直都想养那个鹅，然后我也答应她说，等打完稻谷就帮她买几只小鹅。好了，赶紧停下。鸭呢？鸭在买鸭呢？鸭大的，啊？拿五六只可以了，七只用来单数。爸爸，你卖那么肥的猪啊？卖些一千块吧，20块钱一块啊，我觉得能贵啊。刚刚卖15块吧。行价十块，行价不划吧？不划，不能划。不划吧？他们也不划吧？没不划，没等到上老的了。要辣我讲，就笨点的。这个你怎么看呢？那头都一样大。那不要安那个哟，不买呀。谁呀？那那种尖尖子，反正尖尖毛就是成功的。这个是吧？这个。那尖毛。尖毛啊。哎，这都是竖起来的毛吧？是啊，那是尖的。哦，那嘴巴是尖的，没有，那个怎么看是尖的？这个三角形，你看没这个？哦哦，他的发际线，哈哈哈哈哈！看发际线呢？你看这个是公的。哦。你要公的还要母的？公的。你也要买一两只母的。全部是公的不好。你要那什么，这算和谐的分别。花了多少钱？660块。阿爹，阿爹，啊，兄弟，这个楼啊，没弄啊，嗯，要没弄那个楼嘞，外婆出去玩了。没不傲没嘛，对。终于如愿了，外婆有鸭子养了。把这个放到那个楼下去养，怕等一下下雨了。